上面那个圆盘的底部那个，欢迎大家来到台湾故事屋那边去。在现场，台湾故事屋的妈祖回纳要送给金元宝，还有超级大的水晶钻，赶快来，赶快来啊！看啊，看在狗票旁边，帮另外妈祖，给妈祖送一个铁手的仔皮啊！我给大家包列仔口啊，来，我给大家啊，会记得把心里揪掉，妈祖送给你物件，会记得爱过会哦，会记得爱别开运动玻璃表。叫一人平安符了吼，跪一人跪吼，后背的棒给你加持吼，后背的棒给你庇佑吼。欢迎大家来到台湾好心中的天空，来参拜我的白马。哦，好诶，这功夫是什么功夫呢？哦，好棒！各位亲爱的贵宾，欢迎您来到2018年台湾灯会在嘉义。这里是宗教灯区。感谢贵宾的欣赏。台湾护圣宫通天柱第五场灯光秀将在8:15，感谢您的观赏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各位亲爱的贵宾，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台湾护圣宫，我们的伯雷玛在今天灯会的现场呢，要来送琉璃金元宝哦，还有超级大的水晶钻，要让你在今年大赚特赚，赶快来，赶快来啊！沙波这么无行哈，加上吧，你的福气你也知去，就去有人给你求去哦。你若是有欠福气，有欠知去，赶紧来，赶紧来拜妈祖。妈祖会送你大富大贵哈，妈祖会送你今年猪年头红加年底，给你的财气摸大天，给你的裤袋啊叭叭叭，给你的小猫大肥大肥又进账哈。你若是有欠债款，有欠要紧的，赶紧来哦，三步走都无行哦。今仔下午5:30，我特别记得无来送哦。数量有限，数量有限，时间嘛有限，快进来哦，赶紧来收慢就无啦，赶紧来哦。谢谢，感恩感恩啊，谢谢谢谢。各位亲爱的贵宾。